有没有？它会变强，它感应到。这么厉害，还有感知器。啊，他怎么感知？他要感知什么东东？你看他现在就没有。啊，他要怎么感知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告诉你，他提着脏，他就变强。对啊，他怎么感知啊？没有啊，你是走快一点，它就会变强吗？是吧？你就走快一点，它就变强。诶，还可以变强？啊，这样就没有感知吗？有啊，还是会变啊。可是就最强的，它就不会互相互换。就只有 auto 跟超强两段而已。跟强劲怎么样？没有，这不是也是小型的，应该是吧？因为这个价格应该比较适合是我们公司送的这样子。嗯，应该把它的垃圾倒出来。哇，它还有滤网，那它的滤网是在这里的。这怎么倒？他有刷子的，那怎么拆？你不要飞到我脸上啊！掉出来了，碎了，哇，超脏！来，我们来细细看，要怎么装回去？我刚装回去。你没有看，没有说明书可以给看。哦，冲回去了，好来。哎呀，开吸呀，开吸。啊，吸不起来。垃圾太大，吸不起来。垃圾太大，吸不起来。大热身的时候要抬起来，吓死！吓死！现在自动吗？没有啊，根本感应超烂。他怎么感应的？感觉都不知道在干嘛。呼吸进来了。吓你！这是国际牌，6000块，6999。赞哦！